类似展览的那个作品里面有包括绞胎也有砍胎，然后这两种的作品都是我自己自创的啊，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应该是在台湾应该没有人像我这样的做法。做的时候因为它有的过程里面它要缩缩比，从湿的土到烧完大概要缩的比有差不多 30%， 所以这个是又是另外一种难度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因为我的颜色基本那个颜色来讲大概只有五个颜色，那是因为我多年都是在从事设计跟印刷，所以它我的角色来讲的话就是我的 know how。 然后这个有一个盲点就是说，你配了颜色的土你是看不到的，要等到完全烧到1200度以上它才会显色，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点。这个土跟我其他之前做的土不一样，因为它是里面的那个成分的土里面它含铜比较高，所以它的颜色跟我之前配的颜色应该手法是一样，可是烧出来是那个色样完全是不一样的，所以都要重新再调，好，温度要再重新再抓。是每一片或每一块土就是另外再重新配土，然后是一片土一片土，一个那个这个可以讲说是一个稍微有点几何性的那个一个花瓶，然后它的花的图案都是一片叶子一片花瓣都是另外再角色配上去的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得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作品。细小的部分它是很多线条构成，那因为有粗的线条有细的线条，然后要把它全部把它构成一个碗是非常难度非常高的，我要另外一块一块会去把它分解完然后组合起来，然后再全部把它拼成一个碗。